师规定写作文。还有他是音乐班，我也是音乐老师。拿纸给我。头会不会太秃啊？有点。有点好，那就是我没错。因为你是小孩子，所以。我想到了。安姐姐薪水要再加一。来借我借我，小孩子借我。加一元哦，这样我你要付每个月薪水要多3元呢、哦。啊，是啊，来，小欧想到治疗我秃头的方法，你可以再帮我拍一张吗？快点！快点快点！给爸爸戴那个花瓣帽。快点来拍一张，快点来，可以吗？不能那么近，妹妹不要摸镜头，快点。镜头吗？每个月给我们薪水加5元。它比这画质比4K 还好。它是拍照的话，你总共每个月。那小孩子。3、2、1。妈妈拍一张这里，然后后面是整个背景是隧道。来，帮妈妈拍一张。你可以拍直的，也可以拍横的。妈妈不用那么远，好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自己要前后移动位置。2、1。好，我也要。哎呀！妈妈不要夸他，不要夸你妈妈。OK， 第二张我加了一个月。哦，好，那我就po第二张。请问女摄影师，你是第一次来武林农场拍樱花吗？很久了。很久了，你晓得我们是第几？爸爸妈妈第几次来武林农场了吗？23。你怎么知道？随便算。上次是22，这一次是23，没错。对。那爸爸妈妈是第几次来赏樱的？等下我想一下。好，你们出生前我们就来了。5？不止。光你们出生后可能就5次了。7？8次。对，这一次是第8次哈。来，这里很漂亮啊，但是要从那边拍过来，很顺光，光线在那有没有？要拍过来。这样才会漂亮。对，快点来来来。好，谢谢。摄影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够专业吧？你够专业哈。来，爸爸，姐姐。有一种香味，对不对？有一种香叫做家香，家香叫什么香？蚊香，闻起来很香。那我叫蚊香，蚊子的蚊香。哦，我也要跟小猫咪拍一张拍。好了吗？我要跟小猫咪拍一张。好了哈，我也要来，猫咪你站前面。没有，你站你刚才那姿势，我要跟你一样，这样子啊。手怎么摆？在那个飞天。身体要扭曲吗？好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拍到。啊，你还没拍到啊？好，没关。
走。姐姐，我们来那个背对背的，来，我跟姐姐背对背，你拿相机这样，啊，我拿 GoPro。赞。赞，帅气。懂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我可以自然一点挖鼻屎吗？来，快点！樱花树下挖鼻屎，挖鼻屎。嗯，这样有没有很自然？有没有很自然的感觉？自然的挖鼻屎啊！好。啊？讲下去。好哦。姿势我也是啊，来，爸爸，坐在那里，坐在这里啊，哎呀，不好录，不用看了，意识到就好。脚再上去，哎，喂，听到我了，我鞋子头进食了，我先拍完。我可以帮你倒沙吗？前面都是。哦。味道，没有，你看啦，我帮你脚拍一拍。哦，我的手，我的手，喷血，被侵蚀。这只脚要吗？你想进来，小猪？好啦，你的绰号就叫做小猪了。这么可爱啊！我的绰号、啊。你叫大猪。对、欸，我不是叫小猪吗？你叫大猪。我是算小猪啊。对啊，我不然我可以改名字啊，我叫不猪。不猪。小柴。哎，我叫小柴。小柴摄影师。我要可爱一点，我要像小柴这种，那我可以叫秃头柴吗？小兔头柴，小兔啦，你不是喜欢小兔吗？我喜欢叫小柴啊。他是小狐狸。我叫小狐狸吧。我叫兔兔虎。兔兔虎，兔兔虎。啊，我们都叫他兔兔虎。兔兔虎。还好念呢。啊？念起来很顺。兔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兔兔，吃兔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兔兔虎。啊？